嘿，大家好，我是 J。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品牌 Longines 浪琴。那它这个品牌呢，其实有一个双重身份，因为浪琴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一个相对的普通的商场里都有的手表品牌，但是它在上世纪初期的品质和名声方面，绝对是可以和爱彼、百达翡丽这样的品牌媲美的。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上世纪40年代的浪琴 Calatrava 三文鱼表盘。让我跟这块表的缘分呢，其实没有那么浪漫。这不是一个祖传的礼物，也不是在跳蚤市场的一个惊喜发现。其实我是看了这张 Hodinkee 网站上面的图片之后呢，就才被这个古董的浪琴所迷住了。我决定也给自己找一个这样三文鱼表盘的浪琴。这个颜色的表盘搭配一个钢材质的 Calatrava 表壳，有一种非常优雅的感觉。我在美国路边的一个卖衣服的店里看到一个展示柜里这个浪琴啊。然后我看一眼它的表盘，它有挺多的划痕和伤疤的。但是这次我完全没有用一个所谓钟表收藏家的一个大脑去看这块表，因为我觉得这块表40年代的浪琴，加上这些甚至有些迷人的 patina、这些 scar、这些历史的痕迹，反而更加漂亮、更加酷了。然后浪琴的档案记录呢，告诉我这块表是来自于1942年的 Bratislava。那么你可以想象，在当时的二战如火如荼的场景下，有一个男士或者女士走进了当时在销售浪琴的一个珠宝手表店里，选择了这块可以在当时说是一个 oversize 非常大尺寸的腕表，还加上了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粉色表盘。然后我们来看这款表的指针，它是一个用经典技术烧制而成的蓝色，能经过很多很多年都不会褪色。那表壳非常经典，是一个传统的 Calatrava 形状。那么它整体的流线感加上表耳的这种优雅感，两个加在一起非常优雅的、完美的40年代风格。那我很喜欢这块表，然后我也很喜欢40年代的浪琴这个品牌，因为浪琴代表着一个制表黄金年代的离去。也让我能时不时能想到这块表原主人在当时的那种困难的场景下生活的感觉，这也是我喜欢古董表的原因，因为它可以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让我尽情的发挥想象力。OK，那这就